为着当予天下有情人拢会当做伙，彰化市公所将伫7月27号举办挂山夕照幸福鹊桥的活动，特别邀请彰化县各地30多间厂商做伙来收听，希望会当打造一条结合文化、观光甲传统的幸福产业链，为彰化市带来无同款的特色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只要旅游、食品、生机、青创等等业者加入，拢是为了所有到八卦山佚佗，或者是庆祝爱情的人贡献家己的力量，希望会当成为因的神队友。咱彰化市公所啊，吼，7月27啊办七夕啊，吼，办这个幸福鹊桥啊，让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来漫步在幸福的天空步道啊，非常的浪漫罗曼蒂克。那咱嘛办足大场的啊，全国上大场的未婚联谊啊，目前已经有125个报名。甚至后补的有60-70个吼，啊，所以咱欢迎所有的啊，不管是已婚的、未婚的啊，所有的彰化市民共同来走浪漫的幸福鹊桥，打造彰化成为一个啊幸福的城市。那我们不但有未婚联谊的爱琴海机票摸彩，我们所有来参加的市民都有可以参加摸彩活动。啊！但是你一定爱行这个浪漫幸福这条，行了哦，是公益呢。啊，参加晚上的音乐晚会，我们就有 iPad， 还有大型的电视，还有很多的奖品，我们一起来营造彰化市成为一个浪漫幸福的城市。彰化市八卦山天空步道是知名的景点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为了让大家找到幸福，天空步道将变成鹊桥，以银河光雕和步道成为全台上幸福的一条空中步道。新彰化新闻李炳宏彰化采访报道。